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在犯罪事实上跟检察官正面对决。辩方主张停止审判，偏误的精神鉴定会导出错误的事实，他不能被判死刑，这关乎到人命的事情。为什么比人命更重要？钱呢？自己都吃不饱，管你什么是外劳啊！所以你就可以虐待他们，这叫做奸情。海滨命案有了出乎意料的发展。原来插手海滨命案，您是要我无视法律？如果只是法律的话，那事情就简单多了。这大概来，让我们为难。Mana mati dah kupi semak numiso, pasal tu hatu yang dipataya etam dah semua. 生命权真的就至高无上吗？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法案的运作就是这样子。我们都同样可怜。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没有人帮他。因绝对不会出点，阿无你冇代志啊。难的是，相信这世上的痛苦会有停止的一天。这样公平吗？